追求自由却得不到自由的人，往往都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得到自由。天天不让我跟着你，刚让你把车开上，你就出了这样的事儿。你终于知道我每天开车有多不容易了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呀？啊？要不是那个小孩子把我的车当成什么金银虎的座驾，噗的一下扑上来，不可能出这样的事儿，你懂不懂？你开着车呢，好多呢，怎么就噗的一下过来一个人啊？你怎么躲？他怎么能把你的车当成金翼虎呢？大仙，大仙，还停不停啊？本来我没事，不停了。哎呀，你可不敢再吓着我们了啊！姐姐，哦，是你记住，小天，这次真的很幸运，没有什么大碍，但你一定要记住，回去之后必须要好好静养。明白了吧？给您，这小天的药，谢谢啊，还有他的片子和病历，您会收好。奶奶，撞小天那个人呢？他走了。走了？检查结果出来了，说是没什么大碍，交警同志处理完，那就走了。哦，他还留下这些钱，还有电话号码，说是有什么问题随时找他。留下钱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姐姐，不是他，是我自己把他的车当作游戏中金翼虎了。我可以像开机重启那样再来一次吗？小伙子，你多大了？哎，我告诉你啊， Everything is impossible, OK? 说的是金翼虎，我不是龙，知不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我们公司九州遨游的通关坐骑，你不会不知道吧？是吗？这个金翼虎啊，是最便宜、最基础的一款。嗯，就是。咱们的游戏九州遨游 OK, 明天你把这个咱们的游戏的所有的资料，还有其他几个竞争公司的游戏的这些资料全给我拿来，我好好看一下什么情况。哦，所以说你是真的不知道对吧？怎么了？哎，我觉得你可以去出本书了。什么？败家子是如何炼成的，甩手掌柜磨完工的每一天，多很适合你啊。孩子，进我房间，今天我们两个人谈了谈一下，就不去了，一点都不浪费。哎，单挑一下，来来。败家子儿，真是够蠢。谁也不会想到，一句话差点就毁了一个人。那个孩子把现实生活当中的车当成了游戏中的金翼虎，撞了上去。还好那个人及时刹车，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告诉你，作为新闻工作者，说话不能那么片面，也不能那么情绪化。餐厅就在前面。前面那间。对。要不这样吧，咱们换个地儿吃，你挑地儿，我请客，怎么样？好啊。哎，转的还蛮快的呀，你。Charlie 的指令，我当然好好执行。亲，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夹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干什么？你这合适吗？去那边，再过去一点啊。好了，保持这个距离啊。好了，来，要不这样，中午的时间太紧张，换个时间我请你。什么时候你也学会滑头了，朋友？等我一下。喂，那个哥，你在哪？我有事找你。哦。啊，没，哎，是我知道，但是我在上班呢。对，我在公司。
我在公司我不上班能干嘛？我真的是在公司，我刚开完一个会，我还要接着开好几个会呢。那我就去你们公司等你吧。啊，喂，什么？我听不见，喂。哎，你在说什么？听不见。你这借口太烂了，咱们这是网络公司，各种信号一级棒。谁呀？哦，苏珊。放了一个女孩。嗯。木马病毒。哎，认命吧，就安安静静的做你的白马王子吧。行。安姐，这就是那个男孩经常来的网吧。对了，安姐，我不进去了。唐总，你俩急着赶稿子呢，行，我先赶过去。走了，走了。喂，兄弟啊！啊，我在红州呢。记者找我了解情况。我想了解一下，杜小天出事的那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和他在一起？嗯，是的，小天那天晚上的确是在网吧打游戏，我跟他在一起。我听说最近有一款游戏是红州集团的九州遨游，这款游戏是不是特别火？几乎所有玩游戏的人都会在玩。是啊，就是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做的的确非常有水准，所以很多人都在忙，我也在玩。但小天那天晚上出事儿，就是没有打到他想要的老虎。那他有什么用途呢？这么说吧，你玩这个游戏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想要玩更高级的，就必须得有这种坐骑。这种带翅膀的老虎是最便宜的一个。最便宜的？你的意思是说玩这个坐骑还需要花钱吗？当然了。这个游戏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花钱，比如说买个装备、买个房子，甚至这种坐骑啊都需要花钱。那假设我要是不花钱，是不是就玩不了这个游戏了？不花钱也能玩，那是肯定没有那些花钱人玩得好，对吧？会被他们欺负，所以玩这个游戏的人多少都会花一点。我明白了。哎，咱们去哪儿了？去哪儿？你现在会问我去哪儿了？你是不是长技能了？你对我以诚相待，我对你就多一些尊重服务。你真是太适合做生意了。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不错。既然这样的话，这个兵马俑，这样。哎，怎么了，老大？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兵马俑？你说我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对吧？我又不是一堆沙子。你放着两个简单的名字你不叫，你非多加一个字儿啊？叫一个我也不喜欢，你叫起来也麻烦的名字，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再说了，浪费唾沫。没关系，名字嘛就是个代码。我只是想说，你现在非常有进步啊。你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小毛毛虫一样，把它蜕变了，变成了小蝴蝶飞呀，开悟了，好事儿，好事儿。这个客户的第一属性就是需要嘛。老人家们都喜欢古董，所以我也就变成了出土的文物。现在连乔董都让我听你的，所以我就变得灵动一些。哎，我喜欢这种灵动。要继续，要发扬它，特别好，越来越让我喜欢了。那可不可以再灵动一些？如果你需要，我就可以变。啊，没关系，保持这样也挺好，不用变了。安姐，怎么样？有收获吗？确定了当天晚上杜小天玩的游戏就是九州遨游，而且为了要打出一个带翅膀的老虎坐骑，居然花了700块钱的补习费。这 K
肯定是钱花光了，老虎也没打出来吧？猜对了。要不然他也不会想要开机重启再来一次。你说网瘾真的会让人走火入魔吗？错把现实当成游戏，而且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怎么可能会像游戏当中的人物那样生命值一直重复使用？爸，你怎么回来了？想您了，回来看看您。值得想我，你还搬出去住？爸，这个叫您都知道，现在啊，都追求一种距离产生美。哎，我天天要在您身边，您要烦我了，赶我走了，多自找没趣啊！干脆我自己搬出去，对吧？这样您天天还会想我。哎，想我的时候我就回来呗，就算我回不来，微信、FaceTime、视频，我们都可以面对面。是，通讯手段倒发达了，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我总觉得咱父子俩距离越来越远喽。没有，爸，我不光是回来看您的，我还给您带来了沉香哎。您不说您睡眠不好吗？每天晚上睡觉前点一根绝对自然醒，上等。好，谢谢我儿。哎，谢谢。哎，但是心病还得心药医呀。什么事儿啊，爸？别老往心里去，该放下就放下。好，等你哪天接了班，你爸我就彻底放下了。爷，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阅历不够。看看看看，啊，我不行。阅历高的用不了，阅历低的没法用。你爸我难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放手，是自己给自己不甘心找了一个借口而已。那我不是说您啊，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说，因为您做的已经太好了，不要再对自己太苛刻了。啊，还评价你爹来了？没有，没有，没有。儿啊，爸跟你说心里话，你爸这条腿啊，耽误了我大半辈子。我要是认输，别人会瞧不起我的。大错特错，爸，这事我必须要跟您好好说一下。首先，洪州您创立的。九州遨游您创立，我您养大，我有今天的成绩您栽培，谁敢瞧不起您？谁敢？啊，抛开这些都不说了，咱就说回这条腿。我刚咨询过特别好的中医，就您这病，不是我吹牛，200%让您站起来，真的，真的。真的，我对我儿深信不疑，所以说这么多好事，生什么气呢？拿了几张报纸，我还说呢，你说这个报纸现在什么都往上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至于吗？对吧？好事那么多，你《三海日报》呵，《三海日报》什么玩意儿？扔掉。说正经的，爸爸，你觉得丁俊这个人怎么样？丁俊对您特忠诚，哎，像我的兵马俑一样。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吧？天天跟着我，寸步不离。我要想单独出来玩一天，难呐。爸就是要给你找这么一个，啊，天天跟着你，随着你，啊，有什么不好？也不太好吧，天天的一副面孔。老大，老大，老大，你说这副面孔吓坏了旁边的小朋友怎么办呢？太枯燥了。告诉你，枯燥总比浮躁好。还好他不浮躁。你觉得丁俊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浮躁？我觉得丁俊是一个忠诚的，且很有野心的。
诉你啊，咱俩规定的时间可早不到了。我交给你的任务，钱我也付你。臭要饭，你是不是蠢？你说谁蠢？你说谁蠢？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你看他把我打的全是伤。小等等，先生，您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儿子他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他吧啊。大妈，您儿子收了我的钱没给我货，我还没告他诽谤呢，嘿，他倒好，抬手就打。哎，你看啊，你看看我这伤，当时那是血流成河呀、啊。哎，就像你这种人渣，你要不坐牢的话，留着就是危害社会。你说谁人渣啊？少说两句，是我没教育好，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你就原谅他吧，好不好？原谅？我该怎么原谅啊？他欠你的钱，我是他妈，我替他还，我一定替他还，你就放过他好不好？求求你了，先生，好不好？这么说的话呢，我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年轻人嘛，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吧，你给我10万块钱，哎呦，这个事儿啊我就不再追究了。多少钱？10万。你当时给我一个像不像我天哥？别说了，小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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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你！好了，小东。没打狂犬疫苗就不要照着震。你说什么呢？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好啊，你去啊，顺便作为敲诈罪的被告出席。这孩子刚才已经说了，你给了他1000块钱，现在居然要10万，到底谁有证据？哪项罪名更容易成立？你最好想想清楚。我劝你千万不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是谁呀、啊、你？我跟你说不上我。哼，妈，这就是我上回跟你说的沈记者。沈记者，这是我妈，是我妹妹小芳，这是我上回跟你说的记者。你好，谢谢记者。阿姨，你千万别客气，陈和杨善本来就是我们记者的本分。你记者搞得像警察一样。看看吧，全是负面报道，对公司特别不好。这个周怡严厉，这个董事长怎么当的？爸，跟周怡一点关系也没有。周怡挺好的，能力也强。相反，我倒觉得您要是把一切都交给周怡来打理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你让我拱手把公司交给周艳丽？您别急，听我慢慢跟您分析一下。您把一切交给周怡，那您就等于坐在家里坐等分红，省心省力又赚钱，何乐而不为呀？对不对？个混账货，没出息！我好不容易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帮着老爸重整旗鼓，把咱们乔家的产业都给收回来。你倒好，躲着矛盾，见困难就躲。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乔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一分都不能少，这不是儿戏。就算是儿戏，也得有规则呀。那你也不能乱来啊。我乱来什么了？好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老跟周怡过不去，他怎么了？我们这么说，大伯故去了。对，您故去之后，对您力不从心，您的土字不说这一块儿。那是不是大伯故去了，由合法妻子来接任？而且当初您也是认可他的能力，要不然你也不可能签字啊。怎么突然间变了？哎呀，我让你说你什么好？我说你傻你还不信？你要知道。人心会变，事实会变，可爸盼着你来接班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变过。我也不知道爸您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没事，就说到接班吧，我也跟您说句实话，我没能力。你再说一遍。真的我不行。我告诉你，为了我不行也得行。姐夫。嗯。像那样的恶人，我们就不能给他点教训吗？没有调查就乱发言，坐坐坐。
坐着，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叫李小富的人，花钱请人打游戏，啊，付了钱没有收到账号，年轻人火气盛，就为这点纠纷就打起来了，这不到这儿来了。其实网吧的那孩子我认识，叫韩晓东，是一个游戏高手。你什么意思？要跟他说情吗？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那孩子真的挺好的。行，我知道了，不过我们还是会依法办案。乔乔威胁你们的是什么人？不知道，所以史蒂文，我想请你替我去一趟纽约，把签约的时间往后推一推。毕竟这些年你跟那边的关系一直很好。当然了，我们洪州可以交付违约的延期滞纳金。哎，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尤其测试运行还稳定，我希望他们到时候有出色的表现。放心吧，你看，这是今天的运行测试结果，要我看呀，根本用不上备用服务器，以现在的服务器就能稳操胜券。哎，我在这个位置上，有时候真的是有种孤独求败的感觉。我在想，要是谁能来攻击一下我们的服务器就好，我也好上场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一切皆有可能。不过，我们永远是 the best。忙吧。事物的判断有所不同，哎，所以我们的目标也就不一样。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好，特别好，说对了，阶段。哎，没想到啊，你这个看上去呆萌啊，傻乎乎啊，二花，哎，但是还是有一个非常随时就爆发这种小宇宙，非常积极向上。所以说嘛，人不能看外。虽然说我是万里协会，我非常理解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特别的不容易，生活所迫，对吧？谁成长的过程中没点压力，没点挫折，难受的地方，委屈的地方，那些在我心里都统称它为负能量，也就是等于垃圾。垃圾越多越会发臭。但是如果你内心强大，要自己有力量突破这些垃圾，站出来，你仍然可以达到世界的顶峰，站在这些垃圾之上。明白没？你不用教我这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啊，我都是踩着垃圾走过来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谁能为我的未来来买单。我会努力，我会用我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我自身的价值。原来你是捡垃圾的，哎，为了垃圾干杯！为了垃圾。江登，您出院了。我回来办点事儿。江登，你到哪里去了？啊，家里出了点事。怎么了？啊，水管子漏了，把邻居家都给冲了。不过已经处理好了，走得太急，没来得及请假。那就好，董事长这儿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呢。啊，江登，
我桌子上的文件你帮我处理一下。好的。啊，乔总监来了。董事长。来。坐，坐。乔总。乔总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些报道一爆出来，肯定影响特别恶劣。当然，我已经准备和各大媒体联络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影响缩小到最小的范围。嗯，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我还很想听听你父亲的看法。他很着急，也很震惊。哦。但是他说一切听您的指挥，有您在他就放心了。以后的事情，你和乔丽莎下去商量。另外，关于宋树涛的后事，你们要抓紧时间处理好。可是据我所知，宋树涛没有什么亲人，丧事怎么办呢？丁俊不是他的学生，让他来呗。需要在我面前伪装，不要一个人再撑着了。心里有什么苦，告诉我吧，让我替你分担一点，行吗？小丹，你放心吧，我没事儿。那个丁俊不是你学生吗？他是不是在找你麻烦呢？这是我们男人间的事情，你照顾好自己就行。是不是洪州集团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打算给我们报社做广告？我吧正想跟您说呢，我最近为了跑新闻总打车，花费不少，想向您申请，可不可以报销一点？夏深，你的眼力挺尖呐，不错，洪州集团要在我们报纸上投放广告，每天100，签约一年。哇，太气魄了吧！可不是嘛，所以。你回去好好的改稿子，把这件事的影响力降到最小。你把你那些打车的票都收好了，我都给你报销。头儿，您是不是被广告费给砸晕了？小辫儿，你刚才的表现还可以，给我涨工资吧，表现会更好。你肯领我的工资了？那当然了，您不是我老大吗？之前甲方的条款不也说了吗？让我听您的，我就听您的。行，那我们两个人就算联盟了。联盟吗？既然联盟了，我们两个人说话就可以聊一些再近一点的话题了，对吧？你觉得我刚刚对苏珊是不是有一点点残忍了？
我觉得实话，浪费他的青春，疼惨人。漂亮，我也这么想。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特别的般配，别，很合适。我喜欢矜持的，什么？矜持的。是飞艇附庸。起立。啊，你刚不是让我签什么文件吗？我行了，文件给我签，我拿下你了。驴唇也不对马嘴，你瞧你这孩子怎么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树上跑到哪你是追到哪，现在怎么老躲着人家呢？爸，小的时候是我走到哪儿，苏三追到哪儿，而且小的时候就是妹妹，我对她是一种保护。谁知道现在非要嫁给我，为什么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的事你也该考虑考虑了。我就觉得苏珊是你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爸，婚姻不是合适就能在一起，婚姻首先要彼此喜欢、欣赏、爱。好，我们俩都没有。那你说你爱上谁了？你喜欢谁？我有对象，别急，我有。兵马俑，我爱上他了。成家，这混账小子，我就知道你胡说八道在哪儿。我还不成你肚子那个花花肠子，被你逼的。行，我不逼你，但是你必须搞清楚苏珊家在董事会的地位，不能跟那个周艳丽有任何可乘之机。你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也不管了。说到周姨，爸，他是要把红中卖掉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跟丽叔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还知道什么？啊，没，我就顺风听了这一句而已啊，剩下的被我的人品全给屏蔽了。没事，听见也没事，我还可以跟你再说一遍。你知道爸为什么把你从国外弄回来，然后让你进公司？一，就是帮助爸阻止他们把公司卖了。
第二，准备好接爸的班。好，爸，阻止他们把公司卖掉这个忙我帮了，接班的这个，求求你。你瞧瞧，瞧瞧，啊，一说到正经事，他就打退堂鼓。啊，行，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爸，吃这些药有用吗？对我们有好一点？不太明显，可能时间长了。算了，我也习惯坐轮椅了，就这么着吧。干嘛这么消极啊？您不一直要告诉我，人生必须要积极向上，永远要给自己一个希望，对不对？您这个腿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好起来。你给我开的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真是觉得不错。怪不得您有精神头，练习书法。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啊，您啊就是操心太多，伤了心神了。公司的事儿，我看完全可以交给乔丽莎，您就放心吧。我何尝不想？可是你也知道，最近公司接二连三出了那么多大事。如果我这个时候放手，丽萨怕是要被压垮了。依我看啊，乔丽莎那个认真劲儿可真像您。您呀，不能总给她护着行，人各有自己的命。您不在，兴许乔丽莎啊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哎，放开了手脚倒能大干一场了。乔丽莎这个孩子倒是非常努力，可是陈院长，我还是想请两天假，有些事情必须我亲自去办理，不然我在这里是坐不住的。你公司里那么多人，你就不能让别人去办吗？哎，陈院长，你不知道，我们的一个老员工因为心肌梗塞去世。谁呀？技术总监宋树涛。宋树涛，怎么，你认识他吗？好，不算认识，来这儿做过几次体检，我对他的印象，这个人倒是挺学术的。哎呀，很可惜呀。山哥，九州遨游这事儿，把周艳丽折腾得不轻了，他自己都说了，撑不住了，住院了。山洞，哼，他还嫩了点儿，自不量力。等我们解决了九州遨游的事儿，他就得乖乖的把权力交给我们。山哥，你可真沉得住气，我佩服你。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终于挺过来了。阿宇回来了，看他多有风度啊。剑桥的经济博士，开玩笑，周艳丽能比得上吗？就怕事与愿违啊。阿宇还是个孩子，刚踏入社会，涉世未深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您放心吧，没错。他这意思，有好多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分秒必争了，陈院长。如果您一定要去的话，我就派我们这儿的专业人员陪护着您，保证您的病情不能发展，起码要维持现状，否则我可不能让您走。陪护就不必了，不过陈院长，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的治疗，你放心。好，回头再给您加一剂软化血管的药。好，谢谢。有什么事您随时吩咐，我先走。好的，谢谢谢谢，您忙吧。
知道，回头我来处理。门口看好了啊，不许任何人进来。知道了，院长。